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Justin， 我现在在武林农场，在我身后的呢就是属于桃子园的樱花园。那武林农场呢，今年呢，它的樱花季是从2月7号到2月28号，在樱花季期间呢，只能够住宿在里面，或者是搭乘农场跟火光客运合作的一日游的专车，像我今天就是搭专车过来的，然后全票是730元，可以在网络上或者在便利商店的机器购票。那一日游的专车呢，就可以呢，大概在早上6点钟前后呢，送你到农场这边来。那车程大概是4个钟头，中间会停2个休息站。那这边的樱花呢，非常的漂亮。那搭乘专车也非常方便，可以来山上走一走，享受好空气。那我带大家去看一看武林农场2023年的樱花盛况。先往前去看一下，这边的车子都是这个武林农场跟国光客运合作一日游的一些专车，在花季期间呢，只有专车才能够进来。这边走吧。
满满的樱花，地上都是樱花的花瓣。这里是观鱼台，等一下我们在前面可以看到樱花钩吻鲑它所生活的河川。刚刚呢，爬上了一段好几阶楼梯的栈道，大部分的游客呢都没有来走这一条，都走马路。那所以我现在在栈道上呢，变我一个人独享。因为呢，这个栈道它需要爬比较高，但是呢，这边有非常好的风景，而且可以避开底下马路的那些车子的废气，可以享受比较好的空气，跟好的风景，我觉得很不错。这边的风景真的很漂亮哦。我觉得来到武林农场呢，看不看得到很多樱花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你可以来这边享受山里面的好空气。对啊，所以有时候也不一定要走大家走的，走一条人家不走的也不错。这里是保安警察第七总队第五大队武林小队。你先让车过，他也要过吗？前面是隘口，是路比较窄的地方。那现在呢，可以请游客走金华桥。哦，这座吊桥。民国109年六月盖的，怪不得以前来没看过。博物馆这边有一条阶梯，可以上来接到茶园。等一下，我们从茶园的吊桥再走回主干道。
被喷到的。先是茶庄。茶庄，前面就是游客中心了，里面有洗手间，有展示的。哦，这里有台湾黑熊，十大国家公园。